晚上好，大家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的手机和 iPad 都连不上 WiFi 了，这是怎么办呢？先别问我用什么值得播，我的手机和 iPad 都连不上 WiFi 了，并且没有信号，等于我现在就是一个失联的状态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就是我从剧场，我带着我的手机和 iPad 去剧场，然后回到房间之后，我就连不上 WiFi 了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然后我就看我那个旧手机有没有 WiFi，然后我发现它连的是隔壁的网，然后我就用这个旧手机插着电直播，现在有13%的电，我都重新都重启了，但是就是不行，为什么呢？它这上头写。为什么就一直转，一直转？为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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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？连不上呢？为啥呢？那我怎么办呢？没有 WiFi，也没有信号，我能干什么呢？没有人能联系得到我，蹭不行，我的手机和 iPad 每一个 WiFi 都连不上。就他俩今天跟我出去了一趟之后，他俩一个 WiFi 都连不上了。我这几个房间全都连过了，一个都连不上，为什么呢？把这个 WiFi。都没有路由器，哪有路由器呀、啊？我又不是在我房间里路由器。啊！怎么那么生气呀、啊？这么倒霉能先不聊别的，先把我这个 WiFi 给连上行吗？先把 WiFi 连上。所以，怎么都没有人回呢？啊！怎么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呀？怎么删 WiFi 呀？是不是忽略此网络呀？什么叫不保存啊？不保存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哎，忽略。我连一下其他。我全都是，我都，我忽略了呀，忽略还是连不上啊。
隐私警告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此网络的私有无线局域网地址已关闭，连不上呀。我什么？怎么那么让人生气呀、啊？气死我！怎么什么都不顺呢？气死我！算了，气死我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只有这个旧手机，它每天待在房间里才连得上 WiFi，为什么连不上啊？搜一下，我没法搜，我小红书刷不出来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我房间的网坏，但是别人房间的网我也连。每一个地方的网我都连不上呀。家的网是好的还是肯定是好的呀，不然我为什么这个手机能在直播呢？对吧？那我这个手机连上了呀，我这个手机在直播呀。那为什么我那两个连不上呢？太暴躁了，生气！我播到11:30吧，因为我平时11:30要睡觉了。祁连群岛。为什么呀？隐私警告他。连上了，气死我了！那我要关了，我要用这个手机直播，再见，马上。